火车站挺好看的。我们都揉光了，回家了。在金字塔的上面，博物馆，海牙博物馆，叫 Multitude。这是爱尔兰博物馆，那个是叫做 Maryland， 然后我另外跟这个研究，这是挺有名的一个牛，它是巴黎画的。和平宫，海牙和平宫 ，Peace Palace。荷兰的水边小房子，作为世界上最低的，就是地势最低的国家，海拔最低的国家，这个水房子还挺有意思的。就今天去海牙的那个美术馆 Materials 也是，它那个有将近有一半多的部分是在水下的。这应该是已经在升华了。害羞了，被你吓跑了。风车之歌。今天好天气，后面那个是火车站 Central Station。 来梵高博物馆，没有玻璃的梵高画了一堆自画像。这上面能看到那个火车站的阿姆斯特丹，来做欧洲之星了。其实可以放上面，算放下面。先放下面。我放下面，没事没事。没有，它晚九点，今天这个九点它会换，九点它会有新衣服穿，但是应该就快了嘛。
Grand Palace。这是 Palace of Brussels， 布鲁塞尔宫。好恐怖，早上来看三大小童换衣服，现在这边已经全部都是人了，太吓人了，还好来得早。刚刚看完了马拉之死。